三條過海隧道實施三隧分流。首階段嘅六三三方案，即係西隧私家車收費由75蚊減至到60蚊，而紅隧同東隧就加價至到30蚊，的士就三隧或一收25蚊。咁至於西隧同東隧咧，因為仲未實施易通行，咁西隧同東隧都要短暫截停車流大約5分鐘更新收費系統。咁因為而家咧就已經係到咗零。